终有一天可以笑着说出那些曾经的遗憾，终有一天可以含泪道出那些曾经的不见。青缕发丝折平衣角，心里的动容未再次相见。章子怡。就算我报复他的做善事，那跟我上床那个人呢，对人家也是一种伤害啊。老实说我还好。什么？我真的还好。我一点都不好。无聊。还哭你对不对？哎，坏男人做坏事之前都会来个假报备，说好听的是求个心安，说难听一点的就是今晚少烦我。不信啊，那你不要戳破他，看他怎么说。啊，这样啊，我们做到底了。那手机借你，打回去给他。喂，是我，干嘛？哦，我今天晚上在朋友家打麻将，不回去喽，先跟你说一声。哪个朋友啊？就朋友啊，你又不认识。新朋友吗？我没见过。蒋大伟，你在跟谁讲电话？你朋友是女的？有男有女啦。哎，今天很奇怪，问那么多干嘛？我关心你有什么不对吗？好了好了，我现在不想跟你吵架。我明天一大早有课，天亮了我就会回去，先这样咯，拜。方伟德，你刚才说了我 OK。 我看得出来。笑什么笑啊，上床啊。这么直接啊，不需要先暖个身或是。我是想上床又不谈恋爱。好，快人快语。来。来吧。睡错什么地方了吗？还是你平常喜欢睡左边还是右边？随便，都一样。如果你要反悔的话，我 OK。嗯。我又不是你，对一夜情习以为常，总要给我点时间嘛。哦，所以你的暖身是先盖棉被纯聊天 ，OK？ 来吧，要聊什么？你们男生都这样吗？性跟爱都可以分开，跟一个不爱的女生上床，对你们来说很容易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你们女生那么爱问这种蠢问题啊？执着在爱跟不爱什么的，这样很无聊哎。大家都成年人啦，上床你情我愿的嘛，为什么一定要用爱来证明一切？原来花花公子才是最了解爱情真谛的人。我应该早一点认识你，这样就可以早一点看清楚那个烂人的真面目。我觉得是你太傻了，你以为住在一起，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中，你男朋友就没办法干坏事吗？你太相信他了。我不会再相信他了。是再也不相信他，还是再也不相信爱情？他凭什么让我不相信爱情啊？我是傻，
不是可怜好不好？他那种人，好，还有豆子就好。你干嘛？你不是说你男朋友天亮就回来了吗？刚刚暖身也暖够了，要让他知道你不是可怜的，现在有所行动了，啊？你紧张啊？谁跟你说我紧张了？你跟我说的啊！你看你眼睛从头到尾不敢看着我，那肩膀跟脖子硬跟什么一样，双腿又夹得紧紧的，这不是紧张是吗？哎，又要把你对付那些号码牌女生的那些招数对付在我身上。你不要妄自菲薄啊！你跟他们不一样好吗？要喊开来得及哦。不喊卡，他就来了。等一下了。我肚子痛。啊？干嘛乱弄人家东西、啊？不紧张啊？被那人气到忘记买胃药了。哎，不用解释了，我想今天就到此为止吧。就算要复仇，我觉得要你情我愿。况且你不是那些一号、二号、三号，我觉得不要勉强自己。哎，别，不要用那种圣人眼光看着我。老实说，一开始我也很有感觉的，可是被你那个肚子痛还是胃痛搞的没感觉。跟不爱的人上床要有感觉、啊。哎，当然要有感觉啊！我又不是机器人，我又不是充气娃娃的。不是，谁是？这样了，我房间好像还有什么消炎止痛的药吧？我去找找看，等我。哎，不用了啦。哎，你坐着。剩下的留给你。啊，我就在隔壁啊，有事叫我。不冒的。嗯。你可以陪我吗？我不想一个人。你要我留下可以啊，可是我不睡地板，我已经睡地板好多天，腰快断了。睡床上喽。哈？这么放心我？反正我们本来也是要上床的，不是吗？OK， 算我服了你。你
你知道吗？你是第一个跟我同床，可是却什么也没发生的女生。你也是第一个我不爱却要发生关系的男生，好吗？只不过没有成功吧。哎、欸，不是我不行啊，是你胃痛还是肚子痛什么的、啊？信不信关我屁事啊！那就谢谢了，这么仗义。不客气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到时候你男朋友突然回来看到我们这样的话，他会怎么想？管他怎么想啊！气死算了。哎，我觉得你的个性一定是很爱逞强的那种，对不对？所以男朋友才会被吓跑嘛。这个做女生或是做女朋友的个性就是要爱撒点娇，这样比较可爱嘛。你们男生就喜欢那种爱撒娇装可爱的女生呢、啊？啊、哦，好重，我拿不动。啊、哦，你好可爱哟、哦！妈的，肤浅！肤浅有错吗？自己开心比较重要吧。你一直活得很开心啊。嗯。我要是有你一半洒脱就好。爱上我了，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哦。哎、欸，你干嘛、啊？脱衣服啊！你男朋友不是等一下就回来了？看到我们这样子干绵绵纯聊天，很逊的，好不好？不会啦，怎么不会？你干嘛脱衣服啊？他、啊、这样才演得像啊！不用啦，我就是要脱，不要脱，我要脱，不要脱了，我要脱，我脱，我脱，要脱，赶快脱啦！烦死啦！哎呀，谁过去一点啊？唐家，你睡相可不可以好一点啊？哎，天亮了，哎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啊，你男朋友什么时候回来了？啊，我肚子好饿。现在几点了？现在哎，快八点了。嗯，快八点要准备一下。快回来。你男朋友快回来。哎，你干嘛又脱衣服了？我不脱衣服，哎，我不昨天不是跟你说你男朋友回来看我们干棉被纯聊天，这样很逊啊。随便啊，管他那么多。你确定？嗯，干嘛？脱下来一下啦，把头发弄乱一点就好了。你喷那么多胶干嘛啦？很难。现在什么情形啊，亲爱的？昨晚很开心，待会去吃个早餐。他是谁啊？你给我说清楚！你在乎吗？我看起来像不在乎的样子吗？那你昨天晚上还不是做了一样的事？你跟踪我？是啊。被人背叛的滋味很不好受吧？好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也不用骗你。对，昨晚我是带一个妹去开房间，而且我对她还不只是玩玩而已。我老实告诉你，我对你已经没有感觉，我早就想跟你分手。你早就想分手了？难道你感觉不到最近我对你的态度很冷淡，很不耐烦吗？我当然有感觉啊，我以为你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我真的不懂，你是装傻还是笨？哪有一个女生可以忍受自己的男朋友对自己不理不睬？那是因为你是我男朋友，我才忍受的好不好？那就不要忍受嘛！在一起两年多，
就可以忍受这么烂的男人？唐佳妮，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该不会以为学生时代的爱情就是一辈子的吧？你可以不用忍受，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。趁今天把话说开，分手吧。分手就分手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但是你听清楚了，今天是我不要你的，因为你不配跟我在一起。无所谓，随便。如果你坚持是你甩了我，我 OK。那这样子我也不用追究那个上瘾男人是谁。我们好好说再见吧。说再见，真的很简单吗？有些再见一旦说出口，就好像硬生生从你身上割下一块什么，但有些再见说完之后，你反而忽然有种松了一口气的自在。江大伟，喂喂，你干嘛？我喂，你疯了你！你疯了！别，我警告你啊！别丢了！我直接上你了！你疯了！谁他妈叫你上来的？租约是我签的，房租是我付的，好好说再见是吗？这就是好好说再见的方式。喂，喂，说出口的那个瞬间，你的心会告诉你这两句再见的差别。佳妮，吃早餐啊，消消气啊。佳妮同学，你吃东西习惯很差哎。我跟你说，我胃要只剩下那一些，吃完就没了啊。哎，干嘛？失恋嘛，失恋就应该大声哭出来，哭出来就不会难过了，对不对？能够空空快快出一场其实是好事，好不好？这代表你这恋爱其实没有白谈哎。在一起两年多，虽然弄得不欢而散，这场恋爱谈得烂死了。什么叫没白谈？奇怪，谈恋爱一定要好的结果才叫没有白谈吗？可以从这场恋爱中去认清一些事情，那是一种收获吧。这种收获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吧。所以舍不得分手啊？大一就认识他了，他虽然算不上是一个很好的男朋友，但至少我们也很过甜蜜快乐的时候啊。要割舍掉一段曾经很美好但现在已经坏掉的关系，还是会难过嘛。会难过是好事啊，那拜托啊，千万别告诉自己说什么要振作啊，不要哭不要难过什么。我跟你说，时间一旦久了，麻痹了，你忘了怎么哭怎么难过，你的心大概整个就坏掉了。你又偷琳达姐的话对不对？切，谁偷她的话？那是我恋爱经验超丰富的，好吧。我跟你说，心一旦坏掉了，
下一段恋爱就不会来了。真不知道那些女生看上你什么。那你自己可以试试啊，反正你现在没有男朋友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考虑一下当我的第四号，啊，不对，第二号被摒除了，所以你现在应该往前推是第三号。谢谢你哦，我对你这种烂男人没兴趣。那我问你啊，如果你跟蒋大为现在好好的，那你有没有想过以后嫁给他？谁会去想那么久以后的事？那就对啦，谁会想那么久以后的事，对不对？说不定你以后会打败其他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号，然后变成我的唯一，对不对？到时候我这个烂男人的封号不但没了，还可以变成一个大情圣。你哪来的自信可以这么的不要脸跟厚脸皮呀？不要吵起来。干嘛啊？把你留作纪念啊。你很无聊啊你。我是要让你知道，这是说再见该有的表情啦。不要急啦，等一下我给你看嘛。还没吵死了。说再见，还给我，我是替你应该是什么表情？难过、不甘心、强颜欢笑、想要赶快振作，所有的情绪都是因为错过，因为遗憾。但遗憾是一定要的吧？表示我爱过。我在意过，表示对那段时光的负责。虽然不知道要过多久，但我一定会好的。喂喂，先把我点名红码到那干好，记得啊。像你怎么跟这种人一起住啊？很危险。蒋妮，当浪漫来袭，爱出现就